这个作业叫做冷膨胀，那么是有一个巨型的风扇，把冷空气送到热气球里面，就有体积的增加，让球慢慢的膨胀起来。哇哦，哇哇哇哇哦，哇，真的真的，马洛 Kitty 率先起球，看看。哦，飞行我们台湾的达海是不是？好像是达海在那里哈。哦，达海没有错，哎呀，第二阶段用巨型的风扇，也叫做鼓风机，把冷空气送到热气球里面，就体积的增加，让球慢慢的膨胀起来。那么这个阶段球只会膨胀，没有办法立起来，因为里面的空气是冷的，没有浮力，要立起来必须进入第二阶段的热膨胀才可以。那么眼睛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球的上端看到一个圆形的孔洞，那个叫做罐底。那么要起球的时候要把罐底给封起来，落球的时候要把罐底打开。那罐底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绳子叫做罐顶绳，拿着的人叫做罐顶手，在我们取得的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台东骄傲，全球唯一一颗 Hello Kitty 的造型球就在台东，而且它是台东限定的，只有在台东才看得到。那么要把罐顶封起来，用什么封呢？魔鬼粘，啊，把一个一个粘起来。你不要说这个档案叫什么，我已经爆了。那么罐顶到我们驾驶舱，有一条长长的绳子，叫做排气阀。排气阀一拉，罐顶就被拉开，气就跑出来了。那么要落球。或者是要降落的时候，飞行员才会去拉那个排气阀。今天下午我们准备了六颗的造型球，台湾的 Hello Kitty 今天刚好50岁，50周年。那朋友们喜欢 Hello Kitty 的话，在山坡的对面白色帐篷区Hello Kitty 的主题馆在那里，而且今年的纪念戳章，热气球嘉年华的纪念戳章就在那里哟、哦。还有 Hello Kitty 的自拍机在那里，啊，拍贴机啊，拍贴机、Hello Kitty 的各式各样的纪念品。山坡对面 Hello Kitty 的主题馆，山坡左下方有一个白色建筑物，啊，玻璃的那里。官方纪念品馆在那里，想要方便的朋友，山坡左侧凉亭正后方那边有我们观光署镇管处的非常高级的化妆室供你使用。那在我们山坡左侧大型车辆停车场那边也有一整排的流动厕所。那白色帐篷区正后方周柏林那里一整排流动厕所。那么在马路的右侧老王咖啡爱心厕所免费借用，提供您方便的时候参考。我也来咯，小波左侧黑色白色这一侧风一变软，所有的好事情都来了。
你有吗？好 ，Hello Kitty 进入第二阶段的膨胀作业，热膨胀，用巨型的喷火器把热空气送到热气球里面，酒温度的升高，增加它的浮力，球慢慢的在浮起来喽。管理手就位了吗？好，那好。那朋友们 ，Hello Kitty 后方，如果朋友看到管理手在那里，我们稍微离他一点哈。离开一下，离开一下，待会再回来哈、哦。球立起来再回来，因为那个绳子，万一有风来的时候，那个绳子变成刀子啊。为了你的安全，哦，离我们灌你手那个灌你绳远一点啊、哦。暂时离开一下，为了你的安全。著名的飞行员，不容俗的，我们台东的骄傲。气流体验区，我们台湾的蜡笔球也开始的膨胀。Hello Kitty 要立起来喽，有没有问题？灌你手又滑了，哇，用尽他全身的重量还有力气，让球保持不动。哎呀，风来了，地形压好。哦，水手的也过去帮忙，风真的有点大。Hello Kitty 呀，朋友们可以看到风的影响哦。哎呦，立起来的赶快拍，朋友们赶快拍。哦，搞不好就只有这次机会也说不定，因为风真的有点大，赶快拍。哎呀，现在动用了三组的地勤去压那颗球，编号 B。00013，全世界唯一颗 Hello Kitty 的造型球。哦，没有问题，稳定的，掌声鼓励。那个阿东啊，都讲说不可能呐、啊，他们在上国外这样的风，他们不可能立球。但是我们台湾精神不一样，哦、在安全允许的范围。卖力的为各位演出，好吧 ，Hello Kitty， 穿着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服装，淡蓝色的上衣，布农族的，哦，淡蓝色的上衣在布农族表示是未婚，啊，未婚。好，现在看到 Hello Kitty 立起来了。Bravo 努力当中，台北市的 Bravo。因为那个球，我也不晓得是什么球，要立起来才知道。我们气球田区，我们蜡笔球也开始的膨胀。好，哎呀，看到这边了，朋友们赶快拍，赶快拍，好，不要想说等到全部立起来才拍，不然一颗都没拍到。啊，因为热气球的情况太多，就是十几年，我知道，珍惜当下。哎呀，不要想一次完美。很多朋友来，什么都没看到啊，有看到一颗，算赚到了。帮护士去看一下，去帮看。哇，风真的有点大。朋友们以为 Hello Kitty 很兴奋，其实是风大啊，摇来摇去的。好，那么可不可以麻烦一下现场的朋友，如果你发现你旁边有球的话，赶快离开好不好？哦，这边是我们的禁止区啊，这边要斩球啊。啊，好吧，有听到了，台北市的吉祥物。雄镇 Bravo Undiscovered 的台北，你也没有发现的台北。这颗球是前市长啊，柯文哲柯市长任内做的了哈、哦、Bravo。
啊，曾经到国外哦，到法国去参加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法国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好，暂时背对着山坡。好哦，我们蜡笔球，蜡笔球也起来了，蜡笔球。那么台东城镇的蜡笔球，啊，上面写着马祖，马祖馆在我们现场哈、哦。下一站马祖，没有看到蓝眼泪，不掉眼泪。到马祖啊，马祖的红烧香肠、咖啡，还有马祖的陈年高粱，都非常棒。好，上课喽，上课喽，站到了哦，上课。今天有13颗，一颗一颗慢慢转，朋友们有耐心，跟我一起等。各位来等一个下午，我在这里等14点呐、啊。哎呀，运气不错，精彩！哇，希望你有机会看到他 ，coach 的翻译教练勇气，叫 coach 啦啊，我是 coach 的爱用者。第一次来台湾的土耳其的造型球。小一点，我们正在起，好，三颗造型球立起来了，但是风声有点大。5:30的时候，我们哈的五笔球跟一球，好，五笔球，哇，好可爱。全台湾最美的清晨，5点到就可以。好，醉香帮，我们罐底被打开，排气阀一拉，把罐底扯开，那么热气就从我们罐底排出去。啊，看到气球，落球也很好看啊。标准球一般来讲造价300万台币起跳，那造型球最便宜的要500万，这个 Hello Kitty 更贵，近千万啊，好人千万。看到 Hello Kitty 真的很难得哈、哦，看到了。人哦，现在没了，以前。
立起了五颗。Hello Kitty 率先收球，因为那边的风真的大，这些团队压到都抽筋了哈。连续十一年担任台湾总纪录只有夏玉华，队形成所谓。那在场的专业。